以前刚才没什么料，又到了本周的共勉之了。我本以为这礼拜又要那个休刊一天，没想到我们东西还有东西可以播。我们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播嘞？大家看了就知道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播。日本教练过台湾年，羡慕能放两次假。对于中信总教练平野惠一来说，2024是到台湾第三个球季，没想到过完新年之后，既然可以在二月过第二次年，真的好开心。对，我们也这样觉得，祝福这些外国人在台湾都有过一个好年啊。接下来另外一个新闻，我们的乐天桃园终于赢了，终于赢了，桃园3-2逆转罗德，石原岛十连败，邱丹敲再见安打。大家知道上次有看我们的节目的话，邱丹又来嘛，那杰森又来，他们都去石原岛，大家就看到邱丹明显大了一只。我看网络上大家在说邱丹变超胖的，要减肥啊？对，没有，他增胖就是为了这个，脂肪不好混啊，要一直吃东西啊，吃东西还要花钱啊。恭喜乐天终于赢了，在十连败之后，终于迎来了第一胜。祝福这些年轻球员，明年乐天的年轻球员们机会应该是蛮多的啦，因为很多人走了嘛，大家都逃走了，拉拉队逃走了，球员逃走了，新的球员有加入，然后新的拉拉队都加入了，我就是要看血流。整合多一点那个爱恨情仇，就是最棒的，就是最棒的。响尾蛇农场最顶投手林育明牛棚练投，当地媒体聚焦林育明今年20岁而已，第三个赛季，希望今年有机会升上大联盟啊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林育明就算到了美国亚利桑那春训了，还是逃不开古堡的配色，你是古堡，终身古堡。对，希望育明之后可以在大联盟当你们球场上那个拿下 MVP， 然后唱古堡校歌。对，这边与育明共勉之古堡校友。把这影片传给玉米。好了，富邦台钢见面有诚意，张玉成耐心等待大联盟合约，很想要回来终止。如果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合约，我会马上答应回来，就不会回美国。台湾200万应该够吧？200万，富邦应该可以吧？你要开银行的，应该可以吧？期待过年后有明确答案。过完年喽，对我来说，我想一个5年以上的合约，可以好好发挥。五年。月薪200万，游击问题一次解决。希望如果各位网友如果有人认识富邦的老板的话，可以把《羽球干杯》的这个内容传给富邦的老板，或者传给校长看，提供你这个不错的建议。希望你考虑一下。好啦，那个大联盟百年历史也没见过，大学球员单日遭7次触身。加利美洲大学外野手马辛格洛在当地时间周五的双重赛中，一共8个打席，打了7次触身球，认为对方不是蓄意触身。看看我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帮助球队赢球，即使代表我还被砸了几次，结果他的球队2场都输了。这就是策略，与美国的大学生共勉之。好了，那个当然今天有很棒新闻，我们的快博士林百亨这个礼拜会去台钢做客座教练，我觉得他是个很棒的教练，虽然好像不太会当总教练。那时候说问谁会夺冠，全部人都回自己的球队，林百亨回统一师，所以后来被换掉了，这也是不错的回忆啦。总之祝福台钢球季等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知道有没有效果了。好了，最后这也是年后在龙年。羽球干杯的第一次共勉之，不免俗的跟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虾米龙母龙猴瑞啦，共勉之，拜拜。好，野球干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天母棒球场。昨天我们在火球季乐天棒球场，乐天棒球场的那个今天的任务已经结束了，已经开始来办演唱会了。草皮已经对草皮已经全毁了，明天要换新的，期待。今天来到那个天母棒球场，里面正在感谢祭，待会要游行嘛。我们等一下检视一下那个那么一样去年跟我们的约定，人家去年说他要游行，希望明年就是感谢祭还可以看到。明年要游行，你游行，你目标游行。没有，不是目标，就是要游行，我们就是要游行。想要再问刘十豪那个啦，他要去哪一队？早上大家叫他不要走啊，不要走，人家派他上场啊。他今天连打双杀打的机会都没有。对，好啦，那个总之，我们今天在外面等他们出来。我今天特别穿了那个上次去日本买的那个拉开东东的 T 恤，就发现东东 T 恤，不对，东东 T 恤是黄色的。你这兄弟像迷啊！就哎，我刚发现很多人有富邦的进去，也有兄弟进去，对，但没有关系，对，这边还是有一条龙。背部是比较好看，背部是一条猪，背部是一条猪，东东。那我觉得蛮酷的，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兄弟迷进去，刚才有人来跟我拍照，然后跟他说，其实我是兄弟迷啊，对，但还是穿卫权的衣服。我刚才看到一个富邦的，我今天买了富邦的眼镜，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说那个富邦7年没有尝过冠军滋味，所以刚才穿富邦球衣来的，是不是想体验冠军游行的滋味？应该是，反正都在台北，大家都是台北，不要分那么近，那么近，对。哎，他们有吉普车，我们看一下他们吉普车。吉普车后面那个安全带一定要扣好。对，我们某候选人就是这样掉下去。那个某候选人是不是上过我们节目？谁？陈柏伟啊。哦，对，对他坐一下，摔下去，摔下去，从吉普车上面摔下去。对我们这感觉什么？很像监狱视角。我们这里是北韩，那边是南韩。对，会被监禁。哦。我不会游完，走一下。走一下，不是要走整条的吗？整条市政不会出。整条太远了。
忠孝东路走九遍，该走一下吧。你不要走，今年先练一下，明年还可以继续跟我们走啊，有没有？我看今年走一半，明年走一半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好了，我不要一次走。我不要。你们是对啊？你们是要在选举吗？你拿反了，你。你在兴奋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傻事。试图从那个有黄色圆珠珠的地方把棋子插进去，在这边奉告各位，插不进去的地方就是插不进去，不要随便插，不要开车，对，会造成撕裂伤。但都冠军了，要加什么油？要走很久啊，走很久才是需要加油一下。动算，动算。动算，哎，赖克有来，赖克啊，动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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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明星赛是不是也要这样？对，我觉得明星赛也在游街，要游街，游街投票，游街好了，游街投票，球团动员在自己的城市宣称，我们最佳游击手，然后做那个执行，要做执行官的那个明星球员外野手，对，这比较像动算的，这比较像动算的。心机动算，心机动算。那小蚂蚁吗？最前面的是不是小蚂蚁？小蚂蚁刘思豪。动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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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。动算。干超超，这个整队都超屁孩，有点快，我们等又跑了耶。对啊，有点太快了吧？对对。走走走，那我们现在转移到下个点了。对的、啊。好了，我们先来到那个国父纪念馆，我们来看看在这边遇不遇到魏全龙。发现他们车速蛮快的。对啊，他们是想赶快飙车，赶快结束晚上休息。真的。球季终于结束了。对，可以喝酒了。他今天路线，他路今天路线是那个吗？在这边吧。对啊，应该会经过这边啊。但这边没有人呢，是不是路完了？他们是游行游完了。这条什么路？忠孝。忠孝，他们会走忠孝吗？他们会走忠孝啊。好，我们慢慢看现在大巨蛋好了。分享最喜欢的大巨蛋 moment， 就是有一次台风来的时候，大巨蛋下面工地不是全部淹水吗？然后隔壁那个松烟的乌龟池的乌龟跑进去大巨蛋里面，所以大巨蛋那阵子里面都是乌龟，很赞。对我最喜欢的大巨蛋 moment。魏全应该有开直播吧？我看一下他们现在有直播吗？有直播，看一下他们在哪。看一下他们在哪。到市政府了啦，干！本来想说在中间可不可以堵到，就他们已经。飙超快已经到这边了，我们看起点跟终点就好。一个成熟的男人，只要知道起点跟终点就好，过程没那么重要，结果最重要，这就是爱情。小龙女下车了，对，吉普车走了。那种是那种什么？你知道有那种庙会不是那种三太子车？嗯，哦，就那种，上面会有那个，啊，他们帮他们装钢管的三太子那种。我上次看到那个我家旁边的，耶稣生日。然后一样吗？钢管有跳钢管舞的，就是耶稣生日要庙会了。圣诞节在台湾已经变了样。刚刚你们的圣诞节，我们这边圣诞节跳钢管、啊。跳钢管。不想今天没有穿红色的，不行。啊，对啊，我今天来才发现，看我里面是龙啊，这是龙。被大家发现了，被大家发现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呈现一个挤不进的状况，大家已经那个放弃跟魏全龙的球员跟职员拍照。对，再来找阿翔拍照，就表示我们进不去。很像小时候的新竹球场，没有新竹能爬的都爬了，没有新竹球场，大家把这边当新竹球场。因为里面有点热，所以我们出来吹吹风。反正我们里面也看不到啊，至少拿到一支旗子。对，目前今天的收获，交通部公共运输计划，对，职棒34年总冠军，对，就这台车，反正这个车台北观光巴士平常也没人坐，今天拿过来借位权刚好。冠军啦队，现在是哇，现在是冠军啦队呢，现在是冠军啦队，现在香精了，香精了，让大家感受一下现场，感受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场威力。大家都知道喊什么，所以不能再大家不要再喊什么那个几连霸，因为连霸不是重点，喊连霸通常都会讲都会绕赛，不要再喊连霸了，我们喊就喊今年总冠军，明年总冠军，后年总冠军，就是要很明确的跟大家说要发生什么事。像比如说兄弟，他曾经也连霸过7次亚军，富邦卢主连续6年连霸，最后一名，对，也有嘛。然后穿错衣服了，但我知道你的袜子，你这边是龙。黄皮童话。哦，原来是这样跳，对，是这样。
二头。哎，那小蚂蚁，小蚂蚁 C 位，不是放 C 位的话，都会感觉两边重量不平衡。虽然只放 C 位。迅疾，迅疾，迅疾，迅疾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叫迅疾。迅疾，迅疾。来啊，来啊。哎，新传的，新传的，新传的。小蚂蚁，小蚂蚁，小蚂蚁，小蚂蚁。目前拉拉队的排序是照身高，高矮，是照身高，而且他们有小矮人组。对啊，最有一群。球员现在心里都很害怕，对，感觉会不会有人突然冲出来抱住我？会不会有遇到？好可怕，对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。太远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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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远了。手不够长千万不要跟球迷有眼神接触，不然很可怕。好了，今天的游行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，球员都要回家睡觉了，我也要回家睡觉了。这个球季终于结束了，球季终于结束了，这球季好漫长，对，好累啊。我们在胖虎的歌声中结束这一集。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呢？千万不要再继续喊什么几连霸了，几连霸太笼统了，让我们喊总冠军就好。与大家共勉之，拜拜。哟，野球干一杯的朋友，我都打300轰了，这频道怎么还没有破10万呢？赶快订阅阿尼摩运动吧，让阿强拿着盾牌跟你干杯哦！